知東京生活節目，我哋今日咧係東京嘅第一場雪啦，2018年，而且係非常之厚嘅雪。我對面個地下已經係積咗啦，係由晏晝就開始落噶啦。咁啊，睇下我呢度嘅晾衫竹啦，我嘅地下啦，全部積曬雪，非常之麻煩。因為你要諗下點樣清咗嗰啲雪。咁各位朋友咧，如果嚟東京玩嘅話咧，咁就要注意小心啦，唔好俾雪滑親啊，或者跣到行路嘅時候慢慢行啦。我今日嘅分享咧就係咁多，訂閱我就可以睇到我更多嘅東京生活情況。好，就咁，拜拜。